姐姐，你的 ID 是芝芝做爱梦是不是？啊，不是的呀。啊，不然做哦，爱做梦哦。你在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车门压到我脸上了。啊？怎么压到你脸上？我说你这开车开的有点猛。盒子压在你脸上，压在你身上啊！平时也是这样跟女孩子讲话的吗？没有，只跟自己女朋友这样讲话。只跟自己女朋友？对啊。那你刚那样跟我讲话，你是？嘿嘿，我昨晚梦到你啊。你梦到我什么？压在我身上。你刚刚那个害我心揪了一下，可以再一次吗？你说就那个哎，不对啊，姐姐，半半上面你那个照片不像真的呢，长那么漂亮，声音又这么甜美，你肯定是个男生。不是，可是你看我半半上的认证是女孩子呀，我确定是一个女生啊，怎么样才伤心？你要私讯我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我跟你讲比什么手势，你就要比什么手势。比什么手势？你笑什么？你知道加藤鹰吗？我知道，我人称台湾加藤鲁。这个，我、欸、有人挂机啦，他一定是知道我的加藤鹰之手啊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有一个特殊的行业。特殊的行业是什么？不能跟你说，这个你会害怕的。哎呦，漂亮哦，漂亮！来来来！啊！你还不怕？啊，这个职业我已经做了很久了，而且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太懂哎、欸。你想炉火纯青？对，那你给我啵一下，我就告诉你我的职业是什么，真实的职业。嗯，是这样子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！你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是什么？啃老。你过分，他很阴森哎。啊，你等我，你等我哈，我等一下帮你报仇哈。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啊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。我们这个家庭成员都有谁啊？就你跟我啊。那这样子还不够吗？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你哦，前世情人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能够遇见你，就是前世修来的福啊。我发现你挺会说话的，我现在感觉自己脸有点红红的，然后有点头晕乎乎的，是因为什么？啊，我以前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孩子跟我讲话这样讲，所以我是你的第一次吗？对啊，你是我第一次啊。你笑什么？哎，不对，你很过分呢、欸，你在讲什么？第一次这样的男孩子对我这样讲话，你在讲什么？你有没有恋爱的感觉？恋爱是什么感觉？恋爱是什么感觉？就是我在跟你讲话的这一份感觉啊。哎呦！姐姐，你的声音不行啊，太酥麻了，受不了。没有没有啦，是太酥麻了啦。酥？为什么感觉我感觉你每一句讲话都在开车？哎、欸，对了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知道其实我有一个称号啊。是什么？哼哼，你说。大鸡鸡。看到了吗？对面都知道我是大鸡鸡。有没有一瞬间，对方直接死在我的这个金箍棒底下？我这样我的棒棒够大吗？这个棒子够不够粗？嘿嘿，好大，好粗！不行啦，姐姐，你这样我很害羞啦。不是你问我的吗？我就回答你而已，确实蛮大的嘛。哎呀。不过，属实来讲，你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技术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嗯，你技术真的很好哎、欸。你要常常看别的技术吗？我怕那个，怕那个会淹水啦。啊，如果说你想尝试的话，是可以，你可以来台湾找我啦。哦，台湾淹大水哦。我去找你。对，我去找你，然后之后呢？尝尝我的技术，台湾就要淹大水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懂是什么，水漫金山嘛。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个人的体质了啦。
就有的人会多一点，有的人会少一点，是吧？我现在热泪盈眶，热泪盈眶。我跟你讲、啊，今晚肯定让你湿啊！我看到对面都哪里湿啊？对面都臣服在我的棒子底下、啊。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没事没事，好多人会依依不倦的。他们两个人哎、欸，他们这些是见证我们爱情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人见证我们的爱情，他们是公证人吗？对啊，你听一下好不好？我听一下。对，然后，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发出什么声音？好奇怪！在干什么？这个是我对你的爱啊！你知道吗？你好直接啊！欸、对啊，姐姐，我问你啊，你做这一行，做这个陪玩，你应该很辛苦哈。没有啦，主要是我感觉我们班班的老板都还蛮好的。哦啊，那你不就平常就要维持一个快乐的心，然后跟人家接你单的话，你就可以带出一种欢乐的气氛。对、啊、对, 对。但是还好吧，我觉得我平时心情每天都还蛮不错，没有什么不开心的。没事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这样子陪我玩，这样撩我啊，我这边很多兄弟，快点打他，打他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这样陪我玩吼，我无以回报啊！好痛啊！不要叫啊，姐姐啊，受不了了啊啊啊！没事，我等下帮你抱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你这个叫声不行，我这样有临场感。不是啦，你在想什么？哦，太酥麻了！哦，不要这样！哦，再来！我的天，打他！我死掉了！好痛啊！哦，现在你干什么？我现在满身大汗的，不行不行！你刚那个叫声，害我原本想要温馨一下的，没办法，温馨不了了。不是，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这样子陪我哈，我这边很多好兄弟啊，我这兄弟找一找有没有？你等下 ID 留给我好不好？我帮你贴上去。笨笨的 ID 嘛，对，你看你这么酥麻的叫声啊，真的是跟你玩游戏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！你什么会听到？哇哇，真的，你那一叫特别有临场感啊！好吧，就这么约定了，这场结束，知道哈？记得啊！临场结束，好，笨笨 ID 是吗？对，你要记得给我哈。嗯，行，好。好了哈，直接报给你就好了也行，待会儿直接寄给你吧。啊，没有问题。啊，刚刚那个样子好像好疯狂的样子，好疯狂是不是？我就是要疯狂啊！男人不坏、就是那個，女人不爱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用棒棒。输吗？啊！我们就下辈子再见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来台湾玩，记得找我，好不好？你在伴伴上面，你颜值数一数二。来台湾找我，我们可以拍一点不一样的影片啊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影片是什么？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外流的那种啊。是两个人的吗？还是好多人的？不要好多人的。对，我不是小猪。好啦，那你在伴伴上面要加油哦！我相信啊，你一定可以接到很多单的。以你这个颜值，仙女般的颜值，还有这个甜美的声音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今天晚上要想我哦。今天晚上梦我一定要还要再遇到我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接下来一个礼拜好不好？一个礼拜都梦到你啊？不行，我要一个月。你未来一个月梦里都是我。一辈子的话，那我现在就要去台湾了。好，我等你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期待你多存一点钱来台湾找我玩啊，好不好？我让你见识一下大棒棒的威力啊，让你粘在墙壁上面抽血。The things we use to solve them. Yonkers, the Bronx, Brooklyn.